就是与人的方方面面都密不可分。好，我们向大家介绍。哎呀，正手不让马林侧身，好球。在中国乒乓球队里边呢，他觉得最难对付的呢还是认为相对好打。漂亮，好的，太短，机会，漂亮，战胜了柳成敏，孔令辉战胜了萨姆索诺夫。漂亮，漂亮，啊，这球打的是非常好的，好的，垫直线，啊，他这个给对方一个明显的交叉的这个变化。漂亮，啊，这样马林就以11-5取得了第5局比。